欢迎来，现在是晚上8点钟，进入游戏，来到我们约定时间。然后今天啊，攻占城池，争当霸主，这就是今天的主旋律啊。我们今天为了拿这霸主，所以呢，你干了多久？干了6个小时。那基本上就除了吃饭，就一直在玩这游戏。对，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？兄弟们，来展示成果啊！咱们早上下播的时候只有70级，对吧？现在72级半管金，加上咱们现在有400个体力单。400个体力单是怎么搞到的？干的。怎么干的？时空门。对，打时空。OK。那时空400体力单要打6个小时吗？要打，因为时空后面解谜，而且打了10几段时空。哦，这样子。要边打主线边打时空，再打时空，再打主线，再打时空。明白明白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升级了。对的。为了拿到这个霸主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等级解锁。本来这计划是打到73级，解锁一个新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更有把握能拿到这个霸主嘛。但是现在这个400个体力单，相当于是6000的体力值，直接到期，非常的夸张啊！怎么还没到紫金？第8天都要赤金了。紫金是什么鬼？我们现在都天顶了呀！哦，主角要到紫金是吧？兄弟们可以到，但是你餐地没有点，咱们先升级，升完级以后再点三国志。多少战力了？1.2亿战力。1.2万亿，啊，1.2万亿，冒险少收了一个，但是我今天笑不出来，这都是土哥的血汗钱，是的，笑不出来啊。待会儿他说，高低给我升了80级，然后让我出好几个限时，他刚我们还没开播，他说的，到时候我的钱就花完了，真的好夸张啊。好，开盘，今天能否拿下霸主？霸主的话是1.6万亿啊。霸主的话1.6万亿不一定能赢他，但是他有千金，我们有我们的至尊宝。不一定会输，也不一定会赢。到时候看一看啊，这是有悬念的。他的1.6万亿可能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涨到1.6万亿都不一定行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也不试就不知道，对吧？先试一试。54000的赌能，17000的赌不能，鹿不死谁手还不知道。对的。这儿花多少体力单了？现在花了100多个了，现在本季也来到74级了。73级解锁一什么东西？我们要不先看一下？你要一直搞这个好像挺无聊的呀。也对啊。我们穿插的来搞一下，因为直接扫荡太无聊了。宫廷典当。我靠，这些有哪些值呢？像这个648+328就很值，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一个天津的一个战法第4代。很值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东西首发买的话要1800，现在只需要1000块钱，那就证明这个贬值很厉害，以后贬值会更厉害，所以我们就不要买了。好，买个10888就可以了。OK， 好啊，各位198这个不划算是吧？这个很贵，这个是赤金，是不是这两个划算？就是这两个。哎呀，这没有钱了，388不够了，这只有303，各位再来1000吧，我靠，穷了，穷的。满地打滚，很难受。这熟悉的支付宝的声音，大家听到了吗？滴滴，当当。璀璨都说非常划算，他如果说划算，我给他打回去还差不多。但是他说的是非常划算，我就不好意思不充了。你看，这个灿掉说的是实话，因为他不会说特意搞我，他也知道我心疼钱，是很好的。这个不要买，这个是大头礼包。哦、好，哎，好，这些都不行，都不行，这些都不行。买了 ，nice， 好 ，nice， 我就等几句话。现在开始搞什么？他刚弹了一个什么限时？弹了个大冤种限时。先看，先看天宫锁符点开，然后有一个战法礼包。不是，他刚弹的新弹的应该是战法礼包是吧？对，弹的这个大冤种礼包。这个为什么是大冤种？你不说？因为它是咱们天津一战法最拉的战法。好，现在已经被淘汰了。好，别拉他。要拉也不能花648拉。我们今天这个霸主只要是他是10内容解绑嘛，我们10内容打不到，但是我们会把他第一拿下来。然后我们10内容要不要守一下？10点钟，他如果说打回来，就是不是100%赢的话，他要是打回来怎么办呢？先合成，八门金锁，我靠，再合成，这个大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什么什么段誉？好，段誉 ，OK， 段誉，对吧？再把个段誉合了，最后咱们再给至尊宝，对吧？装备上我们八门金锁战法，战力加了317个亿，但别小看这317个亿，这是纯纯的实战。对，这个怎么读？麻烦说一下，必案是吧？必案。有白，谢谢大家，你们是真的人才。背包里开一下材料，天津的一下搞一下图片就行了，是吧？等等，哇，1.5万亿了，直接加了3000亿，我直接加了3000个亿呀、啊！所以你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你开的时候你应该看着他加了多少，对吧？有 bug， 他们谈了300亿，我说了个300亿、哦，结果加了3000个亿，我少看了个理儿。不是 bug， 是这个演技有 bug 啊，我少看了一个理儿。就有人说加3000亿是可以的，毕彦确实没有文化了，承让承让，演技过关斩将。我们直接进入成都啊、来一场屠杀，直接。哎，这个是谁？5.6138伏，我们是1345伏，他比我们早了一周。怎么有个这个人？怎么有个这个？怎么有个这个人？我靠，哥、啊，你们这个肚子进了坑地里了，出不来了，这个差的太大了，出不来了。有机会试一试，试一试，他没有战法，他没有战法。你新的战法看看是吧？我们有战法，不一定会输，看一下怎么输的。他就比我们开了早开了一周，我们再过一周。
不比他差，各位。对，但是我们有战法。不是早上那个人只是一点几亿啊，左边是我们是吧？对，左边是我们，右边是他。然后还没开打，我这个还没开打，主角就死了啊！我就主角就死了是吧？那么惨，两边都没有动手。这个游戏怪不得你们说以后开场就得要打半小时，就开就一局要打半小时啊。他没有战法，他没有战法。你的战法也就3000亿，别人是50000亿啊！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3000亿也许有奇效是吧？对，咱好像他也有战法，咱们连他的盾都打不破呀。这盾在哪看？我看哦，上白色的是白条是护盾，所以呢，各位，今天上来充没钱，没什么用。我还以为是1.6万亿的那家伙，就是50000亿。我也以为是1.6万亿的。我们坑了大家一手的，开盘之前应该先看一下的。对的。战法开始锁血了，战法再锁血也打不了他呀。这是我们的至尊宝，好，现在他还是满血的，但是对面都是满血。对，这盾就没有了。好，这个至尊宝还是强的，扛到了最后。至尊宝，你不要死好不好？咱们孙坚也扛到了。他是五星的至尊宝吗？对，他是五星的至尊宝，三星的赵云，千金五的赵云。那虽然这霸主我们拿不了啊，各位，就差他太大了。各位，今天没有办法了，我们确实是有失误，没有给大家点开那榜，不好意思。但是这个战区的人，他应该也在我们这个战区。我们今天那个活动已经拉满了，百鬼争流。对。明天百鬼争流也拉满，然后天遇到他们，我们就能拿下第一的，抢他们一个战区的第一。可以的，这个是可以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大家都拉满，那都是一样的吗？并列第一吗？难道？但他们不会拉满百鬼争流。哦，为什么？1296很少有拉，像他这种。那这是一个坑爹的活动吗？百鬼争流。那个活动是对大客来说，但是这个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1.6万亿的那个我们想揍的那个人啊，1338伏，直接去揍，直接去跳过，看一下，跳过直接赢了。我靠，走你跳过啊！哦，他天津武，天津武代，他也有战法，不是这个人，咱们打的人没有战法，应该在下面。我就要这个1.6万亿的，打死他可以吗？打不过。我们今天升了80级，能打过吗？打不过，他有天津第五代。所以至尊宝就是垃圾，马上就要被淘汰了。下周我今天充了那么多的这个钱买的这个至尊宝就白瞎了，至尊宝不行，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主要是我们至尊宝没有神兵，至尊宝新出了个神兵，然后把他的强度提到了天津五代的，但那个神兵是才出的，没有出，我们这没有出是吧？没有。那今天我们先这样，明天来升级吗？明天来吧，明天来吧。也谢谢璀璨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霸主想要出宝，结果那搞了太惨了啊！今天这个东西别忘了拿呀，那个在哪？剑士神将，对，剑士神将，这个东西别忘了拿啊！这49次。然后土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领，先返回点这个，咱们看一下活动，对吧？咱们累充已经到2000了，对吧？哎，60买7，等一下，60买7，怎么又有一个这？哦，刷新了，咱们7天过了，今天第8天了嘛。牛掰，这种重要东西怎么能不买是吧？先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天天充值又是什么鬼啊？领取一下，好，累计充值全领了，这是3天的活动啊，200块的。这是至尊宝吗？不是，这是天津 天津三，不太行，不太行。哎，要搞就搞天津五，天津五现在的顶流啊，所以我们很可惜。天津五满血赢我们呀！你看人家这个游戏计划是3天冲2000就到顶了，我们冲的不过，真的是有病。这里面不需要买吧？不需要买，不需要买了。最后我们把主线打一下，把这体力消耗完就可以了吧？对的，因为他明天还会送的。别袁绍的兄弟们，至尊宝都不好使了，更别说袁绍这种老古董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主角升金是吧？看一看。好，主角升金是在这里，是怎么动？然后在三国志里，在三国志里点击这个，一键激活啊，一键激活。然后主角就要升级了，主角先到紫金了，紫金两星了。再他的大腿好粗啊，你发现没？不愧是三国的姑娘，三国要走路走很多，所以大腿很粗。紫金五星，主角到了紫金五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好，谢谢了，拜拜，拜拜。